Bernard， 跳舞跳到真好，让我好好知影你写作什么款。西瓜，雅芳姐。 王亚芳，我今麦看你个，你先讲你唔是咧看我，你先唔想看伊上瘾。可能今日小姐你有收了。王亚芳，你涉及过失杀人，想到你会伫咧遮，你的消息嘛上完啦。迄个囡仔已经精神，嘛证明我的清白。想袂到你到今麦阁唔知。 所以我无做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我想要去倒位就当去倒位。无得卡，咱真紧就当搁见面。你实在明月。是啊，阿怀舅，我嘛爱甲你说多声，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我所有关心我的人知影，我为何，我等来。 现场所有媒体朋友，我即马无做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无啥物好讨论的，所以麻烦您以后毋免阁写我的代志啊，多谢。有感觉无？王亚芳袂像那变一个人，伊款气势就歹斗。 关于别人安怎，唔管伊对倒位病出来，我拢会送你转去。啊，是讲你的小白阿袂好，你要找李医师介绍神经科医师给你啊？可能呢？你甲我又来这种无人的行来，我真正足惊的。卡叔公，我不是你做出虾米伤害你的代志，我会当甲人解释讲，我这是一些精神上，是我绝对袂让人判。 你讲对无？我有办。你上好卖了对我啊！啊，若无我心被压起来，去伤害着你做内底的人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唔知哦。我操！你是不是放手？放手！你要讲要伤害我怎样啊？谁要才会被放手？毕竟你爱危险啦，是不是因为最好耍？那安尼我嘛要算看卖。放手！ 你不是爱我恁看麦，会当好会生活。你著把你的手放伫这顶面，抗愈久，恁后生受着痛苦会愈少。我真正足烧的。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忍耐时间无够久，我的后生才受到现实苦？那你这么讲，要安怎做？才会带恁较苦？你放心，我做不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袂听你有行家安尼，真是恶人无胆。我怎么这么想潇洒？对，我就是让你比较起笑。 你无底线，啥的是比你更加无底线。为今仔开始，我会甲你上惊的，就是一件一件恶事。
你偷偷就了解，我是比你所谓恶梦都搁较可怕。因为恶梦的事，啊，不过我是绝对袂离开你的。我会让你食袂落，困袂去，因为你永远拢唔知影，我刷落来会用什么款的方法来伤害。这种惊吓、痛苦的感觉，会一直甲你带着。到你认罪迄天为止，打死一只狗遐，还有啥犯罪？搁再会讲，是迄只狗遐，毋知消失在我面头前。是你，无应该出现在我面头前。是你，无应该活在这世间。我看你话，小山，箱子你给我送开！小山，是不是你给我送开？赶紧把门打开！到底是谁？你们两只狗，你有在在搞怪在家？开门！开门！等我出去，你要真死啊！无就迄几招尔，我早就看出错。我准备好啊，我要甲之前所有事做一个算清楚。你试看卖啊，到时阵我就互你知影什么叫做家暴了。我知影你的心肝有我尔啊凶，啊，不过即马你已经无法度伤害。你免伫遐只讲大声话，我有足侪对付你的方式，到时我就甲你送你去地。因为你，我早就落地了一次，所以现在我什么都不怕。难道是你跟我想要试一次落地的滋味啊？我看你的小品根本就不好，我现在就把你送进去精神病院。你在笑啥？你笑啥意思啊？